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演练式，他说这个 log 7.82 等这样， log 7.83 等像，求 log 7.823 跟 log 782等这样。好，那你先求这个，这个刚好记得这两个是接嘛，好，所以这个要怎么求？是不是 y 一加上贝塔 y， y 多少？0.8932。好了，贝塔 y 要怎么求？几分之几？这两个，这两个是这个相差是三，那这个是相差十，对不对？就是十分之三，有没有问题？这相差是0.01啊，这相差是0.003嘛，是不是就十分之三乘以多少？两个相减，这两个相减多少？0.0006，好，0.0006，是不是心算就可以知道吗？3.618要变五位小数，对吧？所以0.00018，这样是不是就五位小数？所以答案是多少？0.89338的进位。0.893，对，可以吗？0.89338，0.8933，有没有底？还有，人家还有底的小数。写板，写板两个。0.98，最后98，因为89不能写98。好，好，然后我们的第二小题呢？第二小题呢 ？log 782.3，好，应该怎么算？等于 log 7.823再乘以十的几次？移动两位嘛，就跟它一样，是不是两次？可以吗？那这个就会等于多少 ？log 7.823再加二，所以答案呢？2.8934，它这个只会差它的位数的首数，三位数的首数应该多少？如果它是一个三位数，首数应该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是二，然后其他尾数会一样，这样会吗？